现在室友是杨舒涵。哎呦，我是 I'm Swag 杨舒涵 from HRB Peace Out。我们天天在寝室看那个马大帅。对，然后我俩最近经常看马大帅一二三，犯的彪，然后就我们就天天就。就我本来是一个南方小姑娘，硬生生口音都变成了，就人家都以为我是东北的。然后最近要打算《乡村爱情》第十一部。对，他没有什么癖好，我就是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觉。对，失眠。大头什么怪癖？睡觉啊，对，没睡觉，他站着可以睡，坐着也可以睡。我应该就是会，我有一点微微的那种，我要看到所有东西都是直角的。对，比如说这个椅子，现在我就有点焦虑的。你是定了，我怎样？我怎样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面前爆糖。我怎样？我又怎样？又讲我。跟每个都爆糖一个人吗？